嫦娥啊，哦，成功对接，很厉害，带回了月壤1000多克，然后要回来的路上哈。然后呢 ，NASA 这边说，哎呀，那个哈，这个要恭喜啦哈。然后呢，也说希望中美能够合作。就毛你就灵魂拷问啦，啊，你不是有沃尔夫条款阻碍我们的交流嘛哈？然后尼尔森就之前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不去那个月球背面了？因为他说他都是处于黑暗的一面啦，我们不打算去，真的是太无知哈。然后呢 ，NASA 的前员工也说呢，等到美国建成月球基地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建成50年了啦。然后呢，五星旗在这边升空哦，然后挖还给你挖一个中字，美国气死了吗？然后呢，其实嫦娥六号去的时候呢，欧洲人好开心，欧空局好，哦，很开心，因为他有那个负离子的分析仪去啦，法国的侦测仪也去啦，好，哦，然后巴铁这些通通都去，他们都很开心。然后呢，那美国啊，现在就是主导哈，哦，要围堵中国大陆。能源部长就说，我们呢，啊，要计划中国大陆电动车进口关税提高到100%以上啊，哦，然后呢，说我们不这么做，就会把整个领域拱手让给中国大陆，就像之前太阳能电池板一样。还有昆西研究所的主任说，我们呢，啊，就是要怎么样，让他赶快来中企来这个美国建厂，然后窃取他们的智慧财产权。但是呢，德国肖斯就反对外国竞争封闭欧洲的汽车市场。德国的肖斯当然知道说，欧洲的汽车，第一，它在中国大陆市场中间所占有的市占率；第二呢，他也可以看到，连 Tesla 啦，或是其他的欧美的大厂呢，也会去向比亚迪去买电池芯。就也就是说，若是你在最好的一个电池选择上面，你不去向最好的可能公司去购买的话，那你将来的新能源车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讲的话是一个实话，而且他们是老牌的汽车大国，因为全世界出口车企的就是产能最过剩的那两个国家就是德国跟日本，然后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这整个的产业的状况。但我想回去讲一下嫦娥。嫦娥呢，真的是让人为之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它有11段，其中的每一段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创新。我们上一次有讲过，不是只有嫦娥六号，因为它同一时间呢，在梯队式的测试所有的不同的这些组成成分，譬如说嫦娥六号是探月四期中间的首发星，那探月四期叫看的呢是678，嫦娥678，他们会陆陆续续的在月背去做很多很多的探测，甚至会去讨论将来在月球建立基地工作站啊。那么再来呢，就是鹊桥二号这个中继星，这个中继星也称为探月四期的总开关。那么还有天都一号、二号，就是深空 Deep Space 的实验室。那这里呢，跟很多其他的国家会有共同的合作以外，所有的发射9次的发射是有6型的火箭，而这一次就是刚才讲的嫦娥六号、鹊桥二号跟天都一号、二号呢，就用了2型号的火箭，5号跟8号。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非常具有长期的计划，慢慢逐步去实现人类在月球上面建立基地，并且逐渐开发的这个蓝图。同时，未来的火星也在开始做下一步的这些所有的规划，难怪你会看到 NASA 的负责人会说，虽然我们不跟你分享啊，但是并不阻止你跟我们分享。那我炒月壤啦，对，这个讲法事实上是非常古怪的一个讲法啊。但是他在这11段，我刚才说他有11段中间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3段。第一个就是那个轨反组合体呢，在环月等待的时候。然后接着它要月地转移，就是从月球回到地球，然后再从地球呢载入回收，就剩下最后的3个阶段。那这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技术，现在习惯的讲法叫黑科技。我们光讲你刚刚讲那个国旗啊，那个五星旗呢是一个由玄武岩去制造的，很细耶，它非常非常的轻，11.3克。因为这个玄武岩制造的旗，它是把玄武岩就是岩石砸碎抽丝，然后变成可纺织的，然后去织成这一个，还要染色。那他们为什么选择玄武岩的理由就更重要了，因为玄武岩是月地资源，在月球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将来如果在月球要做基地的话，要降低从地球运上去的这些东西的话，就要就地去使用月地资源。所以你可以看到光是那一面小小的旗，就代表了后面很长的一个思考逻辑，就是要怎么样去开始有更有效的去
使用玄武岩，因为我们把它变成石板啊，盖什么东西当然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抽丝变成纺织就非常难，而且它非常轻啊。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轨道器，就是那个在月球的轨道上面等的这个轨道器，你看它好像不做什么事，最后只是去轨反组合体去抓了那个上升器，可是它在这个环月的过程中间，它碰到的是极端的气候，非常冷，非常热，它中间的所有的精密的器材都需要受到保护，所以他们在这个光是它的温度控制上面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然后最后我们最后大家都看到的，前几天看到那个叫太空之吻嘛，就是这个上升器跟轨反组合体要碰到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第一时间啊，有一些网友说，哎，好差哦，怎么弄不准啊？可是其实是它不能弄准，因为他们两个的重量差五倍，对啊，如果它直接撞的话，一个就被撞飞了，所以它设计起来是一个没有见过的新的技术，一个是三个爪，然后接着三个天线，它只要能够在5厘米之内呢，它就可以抓住它，在那么远的月球上，他们要自己去调整到在5厘米之内去抓住它，那么抓的时间是1秒捕获，10秒去定位，就是稳定。然后10秒呢，去做它最后的锁紧，然后最后再开始去移动它的在月壤跟月岩的这些东西。那你想想看，这么多的新的科技，是由这么多不同的单位，像刚才说的那个，国旗就是安徽啊、武汉呐、啊，有很多的不同的人。然后你在整个的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年轻的科学家在做指挥的工作、设计的工作，参与做一个小部分的研发的工作。所以如果说美国的 NASA 今天说，哎呀，这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你去试试看，去重置今天这几个嫦娥六号它展示出来的极高度的科技能力。所以我们上次说呢，就算你把小院高墙变成大院什么我忘记了，它反正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阻碍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嫦娥奔月。对，那嫦娥奔月所显示的这种科技研发的能力，它不只是梯队，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板凳，你有非常多的科研人才，非常庞大的太空探索的计划。因此美国今天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在太空探索上面去争长短的话，我觉得他们要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就如同刚刚讲的在 EV 新能源车上，他要去争长短的话，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跟资源。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合作，那当然要看你的态度嘛，你的态度是一个合作的态度，大家可以合作的话，那对于人类无论是对新能源车或者是对深空的探索呢，都可以很快的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一定是更为有效的。所以美国现在坚持的霸权或单极的世界，其实是对人类进步最大的阻碍。大院铁幕，大院铁幕，对对对对对，小院高墙现在变成大院铁幕，是马朝旭讲的。对, 对, 对，我就说就已经挡不住嫦娥奔月了。对，那亮哥你怎么看啊？因为呢，这个铁幕来了啦，哈，那个这个肖兹说反对啦，哈，然后呢，这个伯雷利哈，欧洲的外事代表就说不会随着美国对华课关税，但是呢，这个要看你选举的结果哈，6月9号才会出来，到底要不要课关税这件事情，6月9号会见真章。南华早报其实也说哈，说什么欧盟也许要7月4号起对中国大陆电动车来开征临时的关税，其实德国有很多反对声音呢。另外再来看到彭博社就提到，欧洲跟中国大陆似乎也许要走向贸易战吗？中国大陆已经致函欧盟的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警告说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比如说航空业有可能是目标之一，比如说中国大陆也要买100多架的 A330 的客机等等。我这个欧洲议会对欧盟决定要不要对中国课关税，它的决定力量，跟欧洲各国了啊，是。这中间如果不一致了，我不知道这个矛盾如何调解啊。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议会这个是最新民意嘛。是。那目前确实是刚介老师讲的那个 People's Party， 那个是第一了啊。那一般估计720几席，他可能会选到，我看的最新的民调是184席，就是这个党，对，可以有184席。它中间偏右，对，可是它里面有
法国的 Le Bon， 有意大利的 Meloni， 所以都是偏右的啦。因为社民党在另外一个圈圈里面，那现在就是保守与改革派跟这个人民党这两个加起来最大，那这两个都是中间或者中间偏右或者极右，那他们很可能会搞一个就是广义的叫右翼联盟，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过半。那可是冯德莱恩这个人选啊，马克宏跟肖芝都公开表态反对，是啊，所以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说你可以违逆，你可以违逆国家的意志，然后欧洲议会要硬搞出冯德莱恩这样的人选，我实在难以想象啊。这个当然，基民党可能也要表态了，因为基民党是在这个人民党里面，对啊。那因为一直在谣传梅克尔要选，好像可是到现在没看到，指纹楼梯响了。对，所以可能还是博瑞尔跟他选。哦，那或者是本来也传出那个荷兰那个吕特要选，对，本来也有。那后来好像吕特会去当北约秘书长了。是啊，所以我是觉得啦，如果法国、德国还有西班牙，都对冯德莱恩那么有意见啊，那你说你欧盟、欧洲议会要硬干，硬干，我难以想象，欧洲人不是这样搞政治的啦，是他们还是会去协调啦，所以可能博瑞尔可能性还是高一点，是。那因为坦白讲，你如果针对中国的关税，中国也有报复措施啊，当然啊，比如说你法国的白兰地啊，还有你那个德国的汽车啊，是，我都给你加25%，那真的要这样干吗？对，所以我认为不太可能啊，我认为可能是会启动一个产能过剩补贴的调查案啊，欧洲人最会玩这种政治了，2026生效啊之类的，就是5G，那2026那个消失都已经不在了，对，真的都不在5G变6G，我认为可能会用这种技巧性，坦白讲，欧洲人的政决策的有效率远低于美国啦，OK，美国真的就是行政单位说干就干了，真的是这样，是欧洲没有那么容易了。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